北极熊与斑马的颜色让人傻傻分不清。北极熊的毛是什么颜色的？白色。北极熊的毛其实是透明，我们觉得是白色，是因为它就是冰天雪地当中，然后因为雪的反射，然后照到它透明上面，我们就觉得，哎，它的毛是白的，就很像那个斑马。斑马不是黑白条？黑白。那你觉得斑马白底黑毛还是黑底白毛？黑底。黑底。黑底。因为我最近刚发了一篇 FB， 就写这个题目。